个房间推荐没有使用者，可能是。很好吃，我喜欢吃。菜速度很快，嗯，感觉好好吃哦，好喜欢。真的不错。好吃吗？嗯。哇，小辣蛮好吃的，快吃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好吃哦，凤爪牛腩，很好吃的。你怎么会来吃这家？就是有一次健身司机跟我说这家蛮好吃的，我为啥喜欢这样？计程车司机推荐给我吃这家。哇，炒面，这是下午茶吗？哇，是吗？你觉得芥蓝好吃哦？很好吃，嗯，牛肉很嫩。汤需要吗？不用，三种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是的啊，哦，你表情看起来很满意耶。日红。每个人喜欢吃的料都不一样。还有最喜欢荤桂，还有荤桂，胡凯特不喜欢的。然后我姐就喜欢吃那种味道很重的，什么豆类、红豆，还有什么？你点的红豆还有什么？花生。还有什么？芋头。对，我姐就喜欢吃那种吃起来就狗狗的，然后味道都很重的，红豆、花生、芋头。然后我就不喜欢吃这种，我喜欢吃没味道的汤圆、粉圆。对，你跟那个谁吃的一样，就是都没有味道的那一种。哇，爆米花！哦，好吃哎！好吃吗？好咸哦！来吃吃看，很咸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很咸的。